如何激发宝宝学习力呢？神经鞘磷脂帮助学习网络化，神经鞘磷脂开通学习快速道路。卫士 S26 学习营养科技，加入神经鞘磷脂，守护宝宝健康，学习力专家卫士 S26。 你知道吗？哪一边的道路可以开快车？卫士 S26 研究发现，营养是关键，神经鞘磷脂帮助加速学习网络化，让宝宝学习力从乡间小路升级成高速公路。卫士 S26 学习营养科技，加入神经鞘磷脂，开通学习快速道路。